蔡澜嘅歌，我找到一首，希望你喜欢，离家出走。时间偏黑变陈旧，全为我分秒。
谁说永不会长寿？陪着你一生九白头。歌手叫做《很堅強》呢首歌咧，都係好值得大家去聽嘅。咁啊，最近有好多嘅歌手咧，都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啦。咁啊，除咗頭先《很堅強》嘅 Jennie 啦，跟住《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》嘅方浩文啦，咁啊，亦都有一個JW 啦，係啦。咁啊，黃浩兒都有好多好聽嘅歌嘅。咁啊，今日咧帶咗一首比較輕快嘅佢嘅作品。咁啊，應該可能比較小朋友聽過，咁啊今日介紹翻啦。咁啊歌詞嘅內容咧，其實就比較啱我哋呢啲咁翻年紀嘅人聽啫。小朋友可能聽嘅時候就未有咁大感觸嘅。咁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《你帶著我的青春離去》，咁其實係講咩咧？就係講緊我哋喺讀小學啊、中學啊，特別大學嘅時候，可能會遇到好多好多朋友。咁我哋咧成日都會同嗰啲朋友去發好多誓，即係譬如我話我同你真係好 friend 啦，以後你要做我嘅婚禮嘅伴娘咁樣，或者我哋以後咧一定要一齊去旅行咁樣。咁但係咧到時日嘅過去啦，跟住咧有好多生活嘅衝擊之後咧，我哋可能會慢慢遺忘咗呢啲咁樣嘅啲承諾啦。咁啊，但係咪唔值得大家去翻出嚟咧？咁啊，原來可能大家突然間記起嘅時候，不妨都打個電話俾一啲已經係好耐冇聯絡嘅朋友啦。咁啊，去可能實踐翻一啲舊有嘅一啲嘅承諾。咁啊，呢首歌你帶著我的青春離去，希望你中意。谁知后
Thank you。咁啊，趁呢個機會又再介紹一下今日為大家表演嘅單位。Hello， 我係 Winky。咁我身邊嘅係吉他手阿樂，同埋咧就仲有吉他手阿 Brian 嘅。咁啊，有時咧會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啦，咁啊啲商場啦，係啊，咁啊可以見到我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多少少我係咩人啦，或者多少少知道我的動向啦，咁或者喺下一次有機會再遇到之前，你哋可以話定俾我聽，你哋想聽啲咩歌，咁我就預早咧就去準備，咁可以喺我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嗰度咧去話俾我聽嘅。咁啊，同埋今日都見到好多朋友影咗相啦，咁啊可以 tag 翻我啦，咁啊作為一個俾翻我一個留言俾我哋冇影相俾自己。咁啊，我個account 咧係 Winky 118，咁就揾到噶啦，即係 WING 跟住 KI 118，係啦，咁就可以揾到我。咁啊，有陣時除咗掌聲之外咧，我哋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啊，一啲like 啊，就咧 subscription 咧，成日都係對我哋好好嘅支持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喺好快嘅時間咧，下一次喺其他地方又會見到大家。咁啊，未完嘅，繼續送歌俾大家。想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？
個點唱啦，咁所以咧就即刻我哋就揾咗歌詞，咁就交俾。首先咧就要判得啱唔啱佢先。吹到我。都吹到我。咁啊，喺呢個時間就交俾我哋有彈到吉他唱到歌嘅 Hello， 交俾你唱呢首《Lonely》。有冇嘅？因為呢首歌咧，無論喺各方面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對於唱嘅人又好啦，對於彈嘅人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。咁咧，呢首歌好聽喎，咁所以咧，我今日都要趁呢個機會咧，去介紹翻俾大家。咁啊 ，Ega 嘅歌唔知大家有冇聽啦？咁就最近咧都出咗新歌啦，咁就都而家唔係最新嗰首，最新又有一首。咁啊，呢首歌咧叫做《無期》啊。咁佢個 MV 咧好唯美嘅，喺一個雪地裏邊拍啦，咁啊著住婚紗咁樣喺個雪地裏邊行。咁其實就係講緊一啲比較內心嘅一啲矛盾，即係啲感情事嘅矛盾嘅一首歌。咁啊，成首歌無論歌詞定係旋律都寫得好好。咁啊，所以今日喺呢個機會介紹翻俾大家，希望你哋中意《無期》。细雪空空，闭上眼，双拥侧地床，藏树白透了，前路未觉更遮拥。你做个梦，脉搏扣痛，愿去故弄，让我整个世界转动，任意写操纵，这夜用你半分钟。中的春风，容貌在变化，人浪在变化，你可否别要动，无论伤风停于陌路，听一首约定在讲，想分享你半个耳筒，我怕这份味道，这份力度，黎明是全部记得起，拥抱你错觉仍然是细腻，无人可比。我怕过分浪漫，过分幸运，能和谁延续这惊喜？我怕一息戒断一个闹市，而人潮从来没有你。怀抱泪开心痛，我不想。心痛，我不想。
谁从没有一起。我怕烛光一息，失约是你。講曬啦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希望好快可以見到，再見到大家啦，下次。